在中规中外啊，一时的交流，同仁互换日益加快。我们李辉华侨有理由为中华文化文艺步入世界舞台。继而促进中华文化艺术一处在国的文化艺术的交流，做出应有的努力。同时文化交流更借鉴原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各个优秀文化在交流实践中发扬光大，促进民心先通，鼓舞中外人民整个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重要会务之一。最后祝愿菲律宾华侨艺术团演出取得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Happy New Year， 朋友们。接下来，同样的。